今天你又找到新的目标啊。狡诈与欺骗可以赢得战争。你是来检查的吗？你一定会喜欢我的东西。能得到你的注意，我非常荣幸。看上面，哈哈哈哈。上面，哈哈哈哈。堕落爪牙只会滥用灵魄，谢谢您让我们不至于蒙羞。别吸引到淫欲之主的注意。战况如何？就算在这里，我也会保护弱者。只有丹卓雅在泽瑞奎斯等我们，出发吧。你想要什么？安静无声是最坚固的。猿猴行者，我会向瓦许女爵回报，与你共事是我的荣幸。好，都到齐了。趁敌人还没有建立起防线，我们必须赶快行动。松卡，力量从心而生。我们有命令在身，好好作战。生灵堡的奇瑞埃，晋升者飞上天空吧，为了生灵堡。今天我们要替死去的同胞复仇，彻底终结这个地方的邪恶势力。这是什么怪物啊？御灵者在上，幸好他们还没有启动。
为了御灵者，心怀勇气，我们会从上方参战，愿勇气之焰指引你的刀锋。是姐妹送你来的吗？现在没有目标。我的刀刃随时可以挥舞。坚定不移。你说，我在听。我的刀刃随时可以挥舞，保持信心，鼓起勇气。欢迎勇敢的灵魂。你需要我的刀刃吗？愿你的勇气永不止息。没有目标。前进。你需要我帮忙吗？不用顾忌。有话直说。我的刀刃随时可以挥舞。有话快说。希望我们永远都是盟友。奋战吧，兄弟姐妹，让那个樊侯付出代价。挣扎吧，那些流亡的天神者和他们齐瑞安宠物的尸体很快就能利用了。樊侯的众战士朝着莫格莱尼的位置发动了攻击，他们无法推进，奋战到底。我们不会乖乖地沉入漫漫长夜。
需要我帮忙吗？野心必须伴随荣誉。有话快说。你知道我杀过多少对手吗？消灭所有敢跟傀儡家族作对的敌人。我们新盟友赋予的力量超乎想象，新丹的新男爵说的没错。离得太远了。生灵堡只是个开始，所有人都会成为我们的血肉。不能攻击那个目标。轻易惹我，死亡也无法阻止我们继续奋战。尘归尘，土归土，就让这些恶魔领教一下天选者家族的真正威力。释放符文刃的力量，
一举摧毁加尔玛的重战士。天选者齐瑞安，听我号令，现在我们要发动最后的总攻击。我的刀刃已准备就绪，王前进，为了马卓萨斯，为了生灵堡，为了暗影之境。山卓雅，准备好迎接真正的战斗了吗？从他们袭击神殿的时候，我就严阵以待了。道路就在眼前，为了御灵者和生灵堡，我们来完成这件事吧。你们就这点军力吗？还不够我塞牙缝。尽管虚张声势吧，现在你该为罪行付出代价了。齐瑞安，你错把愚蠢当作勇敢了，竟敢擅闯我们的地盘！住手！统御者不会容许这些疯狂行径。我们早该血洗生灵堡了，是统御者阻止了我们。你的背叛决定了你的命运，正义必将伸张。谁能拿到凯魔的尸体，我就封他爵位。投降了，我们要用你的鲜血替克里瑟斯复仇。克里瑟斯太愚蠢了，他违抗了我们才落得如此下场。我要先找到目标。出来啊，德拉卡，我离得太远了。还是你想求我们收留你，就像你拜托天选者一样。你说，我在听。傀儡家族还在勇气神殿继续扩张部队，帮助齐瑞安歼灭他们。莫格莱尼，猿猴行者，
我在加尔玛的城塞里面找到某些东西，你们最好看看。请带路吧，女爵。为了认识的荣耀，就算在这里，我也会保护弱者。我搜索这座高塔只是想找加尔玛谋反的罪证，没想到居然会找到这种东西。灵魄，但并非来自马卓萨斯。这个东西蕴藏了范希尔的巫术。这片土地满目疮痍，马卓萨斯失窃的灵魄得要烧灼病灶才行。这是提供给盟友的物资。我们知道加尔玛和辛丹是同一伙的，如果他们有瑞温崔斯撑腰，情况会更不利，我们必须着手调查。同意，我会准备跟冤猴行者一起去那边一趟，同时你们看看加尔玛这里还有没有什么我们用得到的东西。杀光来吧，冤猴行者，看看堕落凡猴藏了什么东西。没什么对我们有用的东西。现在没有目标。加尔玛对力量有强烈的渴望，他应该用来保卫马卓萨斯，而不是谋取自己的利益。觉得呢，冤火行者，我已经超出范围了。有何指示？我期待下一场战斗。我们时间宝贵。遵循克利瑟斯的意志。洛克塔尔，以统御者做得好，把披肩物归原位的荣耀就交给你了，我的朋友。血与雷霆，为了克利瑟斯，为了阿塔雷克，力量与荣耀。
展现真正的勇气。无上的英勇才能完成挑战并凯旋归来。去发掘更多秘密，届时樊侯大人的恩惠眷顾着你。所有军备任你挑选。战况如何？为了克利瑟斯，为了阿塔雷克，就算在这里。猿猴行者，我们到瑞文崔斯会合吧，我们会找出这个阴谋的源头并终结它。哦，收到我的讯息了，你一定就是德拉卡，我们一定能很快解决共同遇到的麻烦。唯有牺牲方能赎罪，每个选择都很重要。我们让末路沼泽的行动曝光了，但也因此无法进一步调查。我们会歼灭他，然后找到该负责的人。你会的，我这边还带了一个灵魂，他会在这次计划里协助你。如果要照顾你那些傲慢的灵魂才能证明，那就这样吧。唯有如果你想要测试我的能耐，可以亲自体验一下控罪者。你老是说自己有无穷的力量，给我安分一点，我们有客人。只要你开口，我就会聆听，也会记一切。鲜血与雷霆，凯尔萨斯会加入你们，我会注意这里的情况。力量控罪者，这种卑微的粗活恐怕对我没什么帮助。我掌控自己的力量。
卡尔萨，救命！你在艾泽拉斯曾经是统治者，我在那里的时间很短暂，我一生几乎都在德拉诺。父亲和我统治着全世界最强盛的王国，但最后却毁在阿萨斯米奈希尔和克尔苏加德的手中。我本想重振人民的威望，现在回想起来，我当时所做的那些利益交换确实有点不妥。战况如何？每一次的失败都是教训。你们还没准备好？我们将会执行大巫妖的旨意。你无法理解他的力量。就算在这里，我也会保护弱者。你们这些蠢蛋终于找到我们了，还要再等一下。之井的家伙，我终于可以替银月城报仇了。那个巫妖正在抽取一股强大的力量，以我
大家族之名，是统御者的剑铠。爱管闲事的家伙，你居然敢打倒我的下属！算了，记忆家族力量从心而生。你真的有种，就在那边找我吧。我会让科尔苏加德付出代价，德拉卡女爵，我要你马上护送我回马卓萨斯。堕落王子，别对我颐指气使，我们必须先深入了解这场威胁，不可冒进。这个巫妖危机我们双方的国度，当我们的部队准备出击时，我们会送出瑞文崔斯参战的呼唤。愿猴行者把统御者的护甲带去圣所，它属于那个荣耀的地方。找出了马卓萨斯真正的敌人猿猴行者，现在你可以把那些尖铠放回他们该去的地方了。我们服从统御者的号令，我们会齐心奋战，拯救暗影之境。以统御者之名，只有强者才能生存。你有好东西要给我吗？那座塔在斯卡里安山脊附近，到了那里你就会知道该怎么做了。这件事别告诉别人。太好了，你找到了我的小关怀包，看来你也不是完全没用嘛。你的下一个任务可就没这么简单，希望你已经准备好接受挑战。太好了，来刀刃大厅找我，我要鉴定一下你的伪装品质如何。哦，我差点忘了告诉你，刚才那名被你残忍杀害的士僧，碰巧是樊侯辛丹最喜欢的手下。要是你哪天敢背叛我，那我保证一定会让樊侯知道真正的凶手是谁。但你是绝对不会背叛我的，对吧？
的魔法渡渡。我们又见面了，真是不幸。记住，我们的合作只是暂时的。你是谁？你很有名吗？不是敌死，就是我亡。人都有默默无闻的时候，是吧？不要就此被遗忘。最好别浪费我的时间，一切都按计划进行。傀儡们带着我们袭击生灵堡的剩余战利品回来了，其中还包含了我个人的奖赏，奇瑞安族称之为引渡者。你会付出代价的，巫妖，我才不是任何人的奖赏。这个可悲的奇瑞安体内拥有通往强大力量之所在的钥匙，只要利用我们在瑞文崔斯的盟友取得的灵魄主存，就能开启迈向胜利的大门了。话就说到这里，差不多该准备进行仪式了。你可以开口跟主人报告了。死亡的胜利逼近了。男爵在寻求范希尔的帮助，这也不是说无法原谅。如果他愿意分享他的战利品的话，不过这还不能算是背叛的证据。来看看他找的这些典籍藏有什么秘密。怎么了？我们不惜代价要通知蜡烛萨斯。你看起来是个不错的容器。历经无数循环，我见到了你。你能为樊侯大人做什么？
多么芬芳的腐败气息。你今天看起来精神真好。万物循环流转。没时间陪蠢货，我们无法接受失误。你的魔法躲不过我的手。首创者之道，这就怪了，里面记载的都是臆测和半真半假的讯息。难道他的仪式跟连接死亡领域的通道有某种关联？灵异秘典，研究这本齐瑞安的思想典籍并不让人意外。他究竟想从如此稀松平常的内容中找到什么呢？你的魔法躲不过我的嗜血。我现在没有目标。监禁者之符，这本书不就是历史记载而已吗？科尔苏加德到底想从这本书中找到什么？这是权力集界和屏障，第四部之反制法术，确实是本艰涩费解的典籍。男爵究竟想建立或是避开什么屏障呢？真奇怪，忙了老半天，结果对男爵的计划还是毫无头绪。继续你的行动，看看还能找到什么线索。有什么事？服从科尔苏加德的旨意。或许我们可以从这些材料中推测出仪式的本质。不管男爵要求什么，都先带来给我，我要看看他用的是什么材料。那些下等人怎么会如此穷酸？希望你能贯彻使命。
期待下次重生。太棒了，需要再靠近一点。你的魔法躲不过我的视线。有人说买卖是低俗的行为，但是我喜欢。你为什么要打扰我？暗影壁垒永不落败。樊侯大人的恩惠眷顾着你。来自众戒指的神秘货物，真有意思，我要看看里面是什么。带着剩下的材料来找我，我有个计划。你竟然还没死，真厉害！我暂时不需要你了。再见了，要是你还活着的话。又见面了，真是不幸。记住，我们的合作只是暂时的。负责护送的众戒者也惨遭杀害。别浪费我的时间净说些废话，我的材料呢？到处都找不到，主人。看来有个叛徒混在我们之中。
我们必须加紧行动。遵命，主人，我们会照办。你可以开口跟主人报告，一切都按计划进行。原本的计划本来是不会让你参加仪式的，但看来我们得见机行事。我很确定仪式一定会失败，而且或许会造成额外的损害，希望那不会对你造成致命的伤害。仪式开始，开启灵魄之流。很好，我看见了，猿猴的黑暗从远处呼唤着我。屏障的力量被削弱，被封印渡者的鲜血会打开这条道路。什么？发生了什么事？不，这不可能！等等，这是叛徒做的。原来背后的主谋就是你，看看谁也来了。巴尔米达之眼，守卫，把这个家伙扔进监牢，然后把那个背叛的巫妖给我带过来。除非你想找个跟你一样蠢的家伙说话，不然这个头骨对我们没什么用处。火炬，虽然很多坏人可能会把隐藏开关藏在里面，但是这种情况通常不会出现在监牢里。一只手，没错，没错，我们的统御者呀，真是太天才了。拉杆就在大厅的另一侧，门的右边。你需要花点心思才能找到通往那里的路。试着爬上架子去找拉杆。你办到了，我就知道你一定可以的。你竟然还没死，真厉害！再见了，要是你还活着的话。
看那边有打斗的痕迹，一路延伸到樊侯的大厅。快点，我们快赶不上了。不配称为姬夷家族的一员，是时候选出一位新樊侯了。你会为你的诡计付出代价？或许吧，不过权力总是有其代价的。凡人，你成功逃出来了，你是来庆祝我的胜利吗？不是。真可惜，不过请让我送你一份临别礼物。撤退到王城了，我们两个现在没办法对付他。哎呦，看来也只能先回去找你的盟友，然后从长计议了。为了任氏的荣耀，为了克利瑟斯，为了阿卡雷克，力量从心而生。
马卓萨斯的防卫者科尔苏加德透过欺瞒与背叛，让我们的家族彼此针锋相对。他串通外部敌人，违抗统御者的意志，今天要让他付出代价。这一支杂牌军可真是微不足道，难道你们只有这一点能耐吗？乌鸦，你的阴谋到此为止了。嗨，你们无法阻止注定要发生的事，要是自不量力的话，就尽管来吧。我们不能从正门进攻，狭窄的走廊会给予乌鸦优势，旁边的路被堵住了，敌人占据的高处会对我造成重大伤害。这种程度的屏障对我来说根本不算什么，继续推进。亚莱、梅萨纳率领部队翻过山脉，从后方破坏敌军。太愚蠢了，那些巫妖会一路用巫术攻击你们，白费力气。不管他们用什么魔法，我的傀儡都撑得住。巴尔米达，击破高墙以后，我们就听你指示。等我们进去以后，一定要拿下灵魄主藏，别让敌人用来对付我们。相信你准备好了，冤猴行者。杀光那些巫妖！攻击！剑士马卓萨斯的你的晋升之路到此为止。记忆家族的下场，你得先过我这一关。如你所愿。尼奈达，你跟这些入侵者玩够了吗？快杀了他们！遵命，我的存在就是为了服侍主人。被你这种人击败。那个不要命的蠢货，要是不阻止他，我们就完了。所有人前进。现在没有目标，我们离得太远了。
粉身碎骨了。等等，是统御者之杖，而且没有受损。如果我们把它带回去给樊侯新丹，说不定还有机会对抗科尔苏加德。来我这里集合！科尔苏加德去哪了？他占领了至高密坛，那是我们举行最强大仪式的地方。我离得太远了。需要目标。巫妖有屏障的保护，武器是打不穿的。我们必须摧毁互动稳定水晶，这样才能伤到他。我现在没有目标。猿猴行者，摧毁护盾，其他人散开，和他们的援军交战。你们只是白费力气，你们无法阻止我的仪式。没想到你竟然能赢过我。你太迟了，通道已经开启。消灭这些多事的家伙。那个怪物正在焚烧我们的军队，我们快撑不住了。死灵领主，坚守阵地，我们绝对不能辜负马卓萨斯。女爵大人，瑞文崔斯与你同在。他失去防护了，猿猴行者，快击倒他！我们会掩护你的。我需要猿猴行者，等你准备好。我就会削弱那只野兽，发动攻击。超出范围。
得漂亮，冤魂行者。接下来换科尔苏加德了，德拉卡女爵开始发动攻势了，我随时都能带你去战场。我可以牺牲。场面啊，这么多无畏的勇士让我感到十分的光荣。哎呀，这不是凯尔萨斯王子吗？我还没有好好感谢你让我使用太阳之井呢。够了，科尔苏加德，你违反了统御者的律令，还密谋摧毁马卓萨斯，投降吧，不然宰了你。蠢货，要在你们这些只会争吵内斗的家族里面制造混乱，实在太容易了，完全不出炎狱之主所料。可惜你们无法活着看到最终成果。科尔苏加德正在吸取凡侯星丹的力量，去削弱他，我或许有办法用法杖来救他。众们，消灭这些多事的家伙！我离得太远了。害怕的不是我们，科尔苏加德。篡位者，你完蛋！你会为马卓萨斯和对我做的好事付出代价。愚蠢的凡侯，你的胜利虚有其表。勋章到手了，我们回去瑞文崔斯吧。什么？我们不能这样离开，科尔苏加德非死不可，我要替银月城报仇。他的命运不该由你来决定。来吧，巫妖，监禁者召唤你前来。科尔苏加德不在，但你的势力还在，我不免有点怀疑，你是打算要卸下我的凡侯头衔吗？星丹加入我们，我就不会那样做。我们要借助你的力量阻止炎狱之主。我现在知道真正的威胁是谁了。
记忆家族会和你站在同一阵线，为了证明我可以信任，我献上统御者本人曾经使用过的法杖。我们会将法杖送回统御者之座，这个法杖会成为我们胜利的象征。虽然科尔苏加德逃过一劫，但他再也无法影响马卓萨斯了，而且我们也和樊侯心丹成为暂时的盟友。我承认一开始对你有所疑虑，冤侯行者，但你证明了自己是我们世盟里不可或缺的勇士。还有很多事要做，维拉斯必须为他的背叛付出代价，科尔苏加德也一样。确实，现在就把统御者之杖带到圣所来，庆祝我们的胜利吧。冤侯行者，你所做的一切我们会永远铭记在心。巴尔米达，你和外来者串通，背叛了你的家族以及你的樊侯。我这么做全是为了揭露科尔苏加德，帮你夺回统治权。的确，那为你的不当行为赎罪的最好方式就是成为我的男爵。从今以后，你要负责帮我联系德拉卡女爵。我不会让你失望的，樊侯大人。那些下等人怎么会如此穷酸呢？随时准备出战，就算在这里，我也会保护弱者。力量与荣耀。隆卡，力量从心而生。交易吧。啊，学徒，你终于回来了。
你最好有重要的事要说。